好，坐落于好莱坞大道上的知名夜店超级俱乐部，在脸书上获得了3万多人给出4颗星评价，迎接2014年跨年夜呢，特别推出黑白配这样活动主题。好，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这邀请大家中民众一起来跨年。我们带您看看哦，这个东森好吃好玩，这个新奇的跨年派对巡礼，五光十色的闪灯啊，再加上摇滚重低音轰炸，再加上还有来自各地的俊男美女一起来大跳热舞，这是曾经吸引过8万多位网友到脸书上打卡的知名夜店。 另外一项特别优惠的事情，这次的跨年门票价格采取100元啊，100美元这样的均衣价，让更多人可以前来狂欢。那么活动会从晚上10点开始，一直到2015年凌晨结束。那么你也可以查询更多讯息，上网来查。